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各位观众，之前哦，老爹这个每次超过这个剑神的速度哦，我都是超过一点点。那么这一次，老爹是有备而来，来，我囤了很多资源哦，我要一口气的爆发，来，297个，297加274加20，将近600个礼物，依次开启。这次我们要把它的速度拉很高哦，不要再超过一点点啦。而且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升阶。好嘞，速度本来是205，我们来疯狂升阶。肝胆相照全部升到20，没问题。我们之前都只有超过一点点哦，然后呢，他隔天就全部升起来哦。这一次老爹囤的比较多哦，看能不能撑久一点啊，让他追的比较，让他比较不想追哦。好，这边有一个15的。一样升到20，这个27的把它升到30，没问题。这一次我们的速度应该可以提高很多，不要每次都只超过一点哦，这样感觉是在挑衅他。我们就照我们的节奏了，将近600个礼物。你能追上我也是福啦，你再追上我再冲啊。好，快要20啦，没问题。九难白，我有好几只角色可以升七星哦，但是我还不想用万能碎片啊，我们等他冲上来，我们再升啊！速度就是要这么高，竞技场才有办法肆虐。好，17了，18，再一个肝胆相照20。好，全部给他，一样升到30，相见恨晚。哇，靠腰。好，那么我们升这个灭简历，一样直冲30。然后一样肝胆相照20级，就是这么狂。哎，这样我先手值 提高多少啊？而且不止这些哦，我还可以升阶哦。没问题。怎么办？我觉得礼物太多嘞。喂，老爹，自己再慢慢升好了，不然好像有点多哎。这些送到来是天都黑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一只用到
怎么吃的这么慢呢、啊？好，算了，307。速度高了70，还不够。最初から誰も天に。我记得我有很多角色可以升阶哦。君も、僕も、神すら。但是要65级耶，而且老爹不知道升哪一只比较好耶。65级，我的经验药水不太够哎，真的是不太够哎，靠腰。63级，65级，我靠！真不简单哎！直接升阶，要求我这样经验药水真的不足哎，好像也不能追很多啊。现在速度来到了。312，看来只能用身心的方式哦。私と共に歩む限り、我らの前に敵はない。像老爹这一只啊，只差11个，我实在不想用万能碎片哦。然后这一只也差一点点哦，我实在是不想浪费万能碎片哎。没问题，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升的。我这个碎片真的是多到爆炸嘞！这个战力可以提升不少哎。提升！我的万能碎片怎么那么多啊？难怪我的战力那么低耶，我都没升这个哎。就先这样子啊，我们的战力来到了391万，又拉近一些些了。哎，怎么不能按战呢？好，那么老爹自己把这个礼物送一下，请稍等，老爹一下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老爹都已经自己用好了，速度来到了15331，那么已经比剑神高了将近100点啊。然后老爹哦，我一直想要把这个剑八升到7星哦，麻烦你们留言告诉老爹，你们伺服器有没有人有7星的根木剑八？有没有看过？有没有看过？好嘞。我升满，哇，不够了，靠腰。
问题。那么现在就来尝我们的胜利的果实了。我们先不要放蓝蓝试试看哦。我们不要放蓝蓝，我们这样放就好了。然后放一只。放一只白哉。来。挑战我们第一名的剑神。起的。老弟的白哉。造成六只流血。没问题。我们的乱局。347000。没问题。小木路吉亚280000。一通看。840000。入华的东四郎。520000。再来。白虎。1070000。第二集。靠腰。第三集。到底可以打几下？打了四下，我的天哪！还可以打第五下哎，好过瘾啊！五次大招哎，哎，真的五次大招哎！好，我们的剑神只剩两次了。后悔是只有在速度超过剑神的时候。才可以一直这样玩，一直这样玩哎，好过瘾啊！哎，你们看过白衣户丢了五次大招的吗？我第一次看到哎。好，先来到6-2了。对面丢了三个大西瓜，不够看。好，6-2。靠腰没有大招不会输吧？对面只剩下拳击啊，这样也不会输啦。好，对面的白衣服，为什么他的那么痛啊？靠腰，哎，不会输吧？哎，不会吧，老哥啊，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啊！大力点！好，你刚才应该还是能赢的。辛辛苦苦，结束比赛。我们不要刷太多次啊！我们刷最后一次哦。这一次我们放我们的蓝蓝。然后。又啊，东四郎！好了，就这样了。放上我们的蓝蓝就没有问题了。来，最后一场，刷最后一场就好了，不要刷太多啊。好，我们的又啊，东四郎，660000，再来，斩月斩了两个多月。一通看，最后我们的大西瓜，好，没问题。冉冉再一个收头，辛辛苦苦，最后一比赛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